彰化的龙董团队哈，啊，真的非常感恩。二十年之间，也造就了很多位的龙董，受尊为慈神跟委员。我即摆的工作，就是甲咱做志工，其他用我公司已经拢交予我的囡仔吼。常常感觉讲吼，我出生的这世人。真有福，也也真记得。咱大家人拢同款，咱每一位啦，我们都要很知福，真正的要感恩。因为当然大家事业要成功啦，爱真打拼，爱真努力，同款啊。我伫这五六十年来，那是真幸福。师父常常讲，这无辛苦。咱慈济人呐、啊，那看到人，啊，伊真努力做代志哦，做甲规身躯拢是汗。我们面对人面呐、啊，不说你辛苦哦。我们不说你辛苦啊，就会说你很幸福啊，是啊，真幸福啦、啊。咱那会当定定抱着幸福的心，一做才是福。那而且呢，做了不是为家己念定。是爱先考虑社会，就亲像咱食品业，嘛是爱先讲，我这个食品要出去，是毋是对人身体有益？这都是先利人的心，行伫头前，利己的心对伫后边，其实啊。头前后边出去还是同款，前前步步都是向前的，所以进。你若无头前，虽然为家己，后边这只脚若无揪起来，那这只脚呢永远停在底下。所以讲，咱要利己，就利人。这个利己，这个利人，真的就是天下。会当讲吼进步，而且呢，事业才会当对着社会啊繁荣，会当发展起来。所以讲，社会要发展啦，我一直都安尼讲，利人为先。所以讲哦，善事大家爱做，唔是讲哦做一遍尔定。我足爱讲哦，大家人点滴点滴啦，积善之家有余庆，日日啊有迄份要救人、要帮助人，这叫做好心。那这叫做造福，造福呢，不爱一条亲像气，同款。所以讲福气，福气，希望讲哦，造福的心呐、啊，是爱连连不断。所以咱今嘛拢讲啊，龙洞，当然我足感恩龙洞嘛，龙洞。那无龙洞，大家人会发心啦。我要看看一块、五块、十块，也要爱偌久，才有法度讲哦，要帮助一个人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是期待，希望讲龙洞会当好成为委员主席，唔是吼、哦。一出来管龙洞，
恁爱入来了解主在咧做啥，无一定讲你是啥物身份，只要你一点心来了解，因为呢，主在恁伫咧关心，恁就是有按这份的爱心，愿意付出，所以不管你哦，十块、一百块，这拢总是合我来的大量的钱，所以人讲，人本人的福，大家人合合起来做，人人都有福啦。这吼、哦，亲像迄谢拿，这用这支冰刀，两头爱冰冻，打起来。才会真平安。我吼打着一边打福，一头打肺，叫做福肺。一打福肺相打，所以讲吼，大家人，咱若会当，我想要去造福帮助人，我还佫甲你讲，来啦，咱若同齐来，这叫做智慧。家己要做好，可以当叫人来同齐，来增加这种吼、哦、付出，同时呢也招呼人同齐来，叫做福。那慧呢，就是你有智慧，放下身段，即马看到托尼基。这一波的地震，真正是吼灾难真大。咱起码也有咱的慈济人在迄个当地，啊，迄个视线拢一直转来。这一波的灾情，真期待讲吼，咱会当多一点啊心力去帮助。无分钱济少，无分贫与富，就亲像咱食一顿饱，嘛一顿了定。这个钱放伫遐，予几千人呢食会饱。这个钱，安尼恁拢了解吼？这个钱，若我家己来吃，我差不多是一口饭，还是两口饭啦。放伫遐，几千人呢？都吃到我这一口两口饭，这呢叫做福。家己呢吃这两嘴的福啦，不如呢甲大家人揽着几千人、几万人可以吃得到。这就是讲人本人福。我就是安尼了定，我付出去呢。这么多人享福，所以这么多人享福就是我的福，所以叫做人本人福啦。所以说真的是慈济，我要期待大家人都有这个这种的观念，我做我还招人来做，让我们的地区社区人人有爱心，让我们的社会人人愿意付出，让我们的国家总是呢祥和社会啦，那风调雨顺啦，我们可以平安，这叫做福气啦。这一股气是人人做好，所以叫做福气。真的说是很期待要做菩萨，菩萨呢是叫做觉幽静，是有觉悟啦。人相悟同，人苦悟悲呀。人若有受伤，哎呦，你唔甘哦，你安尼受伤，我心真痛哦。叫做人相悟同啊，
这么吃贫困不甘哦，所以他的苦我不甘，所以呢我来付出，这就是菩萨心。我真期待各位都来行菩萨道。是啊，人人都是好，好啊，好心好愿啊，总是呢好动作，这呢叫做造福人间呐。行前脚，放后脚，安尼呢，人一直呢往菩萨道向前走，这叫做进步，进步。恁的事业啦，那是爱进步啊。我嘛是真感恩，阿嘛是真甲恁祝福。人人造福，人人发展，人人进步，这呢，这是师父对大家人的感恩啊。